原标题对越反击战，我军战士看到战友牺牲后的反应，至今让越军胆寒。1979年2月17日，面对越南的屡次挑衅，我军采取反制措施，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。战前不可一世，自称世界一流的越军根本无法阻挡我军的进攻。在短短一月时间内，我军就占领了越南北部20多个重要城市。3月16日宣布反击战胜利，解放军撤出越南。然而越军趁解放军撤退之际，再次大摇大摆地在边境挑衅，不断制造流血事件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军再次展开自卫反击，双方在边境进行了长达10年的战争。漫长的战争岁月，中国军队给越军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战争结束多年后，一位退役的越军少校阮少雄接受采访时就说道，我从军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军队，现在想起依然后怕。我记得当时有场伏击战，我们的狙击手成功击毙一名军官。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那些解放军战士彻底怒了，他们潮水一般向我们冲锋，一直追击我们。无论我们退到地道、农舍还是树上，他们都没停下进攻。最终我们那个排只有我一个跳进粪池才躲过一命。战友情是世间最珍贵的情谊之一，朝夕相处训练，战场上成为彼此的依靠。若看到战友牺牲了，我军战士有何反应？一位越南老兵就直言不讳地说道，如果你打中一个解放军，那么赶紧逃跑吧，他们会像猛虎一样冲上来报仇，不死不休。马战俘后排左一和战友合影。马战俘是第139师417团夜老虎四连的战士，担任爆破手。1987年1月5日，马战俘随军攻击越军310高地。战争开始后，马战俘和战友们将敌人堵在23个洞中，不间断进攻。起初战事顺利，马战俘将炸药包扔进一个又一个的洞中，有的敌人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，就瞬间丧命。可是越军的一个暗点突然开火，战友们被机枪扫射倒下，马战俘也身受重伤，他腹部中弹，肠子都流出了出来，一时昏死过去。展开全文，等他醒来，看到前不久还在说笑的战友一个个倒在地上，马战俘彻底怒了，他忍住剧痛，将肠子塞回去，用三角巾勒住，慢慢地爬到越军暗点前，一跃而起，用身体挡住枪眼，早已准备好的爆破筒顺利爆炸，马战俘和暗点里的敌人同归于尽。马战俘牺牲时年仅20岁，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报了仇，铺平了胜利的道路。战后马战俘被授予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称号。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解放军有一个特殊的小组，负责抢运伤员和烈士遗体，他们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其中最有名的特勤小组是由一等功烈士徐宁、二等功张建武和田文奎组成。这个三人小组在一次对战中先后10多次重上阵地，成为抢救伤员最多的英雄小组。其中徐宁多次用身体保护受伤的战友，自己却七处受伤。然而即使如此，徐宁也没有停下脚步，他连续搜救3个多小时，来不及补充一口食物和水，和死神赛跑。最终徐宁被越军打中头颅，牺牲在了抢救战友的战场上。像这样的英雄事迹在对越战场上比比皆是。越南媒体一直吹捧他们的陆军是世界一流军队，美国也曾在越南败走。然而对战解放军后，越军不可一世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，正是无数烈士英雄前赴后继，在战场上如狼似虎，
才有了如今边境的和平和安稳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